除夕小大抢红包对抗赛，包伟明，你们那个场面一看都是丑八怪。演艺圈大佬 PK。枪手太重了啦，听他舞也就是这样子。然后节制，飞扬也新青春。哦，哎呦，我真的才能够拿。今天应该给我，我平常不在做这种演出，也应该今天晚上10点。